宋长官，我们这次的目的是范东阳，你为什么反而去帮程江解围呢？我们这次的目的是范东阳，你记住，目标越大，失败的几率就越大。谢谢宋长官的教导。 我是真的不如您，我们之间没有谁不如谁，是谁都离不开谁。大小姐，您还没休息吧？老爷找您过去一趟。好，我过去一下。 4年来，杨景秀与宋红玲一直在枪口刀尖上朝夕相处。虽然杨景秀从不曾开口，但是她内心对宋红玲的热爱，使她可以为之付出生命的热爱。她相信，在战争结束之后，过去的苦痛总会随硝烟散尽。到那时，她和宋红玲会在一起的。只要那个时候，两个人都还活着。 爸，红玲，哎，今儿这事儿处理得好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哎呀，爸爸真不希望你管这些事儿。爸，我懂您的意思。 可这事情已经闹大了，我们身不由己啊。是啊，人在江湖啊。爸，我是这样想的，您听听对不对？您是哈尔滨总商会会长，您的影响力太大了，说什么都得有准有数。可我不一样，我才刚回来，很多事情都不清楚。有些话我去说，说对了，对大家都好；如果说错了， 人家也不会觉得什么，都有退路。智慧，你的行事见识都远超爸爸喽。这样，明天我就宣布，由你来担任哈尔滨总商会的代理会长。爸，我刚回来，这样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？红玲啊，一是爸爸岁数大了，二呢， 也是为了咱们商会有个更好的发展，你来行使会长的一切权利。不过有一点，一定要把握好分寸。好，那我努力。反正我后面还有您呢。下面开始说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：当庭出示人证、物证。 犯罪嫌疑人呢，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，在下的群众呢，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。大家都听清楚了，那么下面我们公审大会现在开始。现在将人犯高雄杰。 哈尔滨公安局的公审大会审判了117名汉奸嫌疑人，定罪72人，释放45人，处决了一大批罪大恶极的汉奸，人心大快。释放无罪和轻罪的商人，平息了商人家属的怨气。通过审判，树立公正执法的形象，宣传共产党的法律政策， 使得共产党在刚刚解放的哈尔滨赢得了更稳固的执政基础。人犯范东阳，哈尔滨水泥厂厂长，经常腐蚀被迫，令其在战争期间有过帮助爱国人士的行为，可判处追缴罚金2000元，当庭释放。 程局长。
什么时候可以正式释放今天被判定无罪的嫌犯？哦，我想明天一早吧，先履行一下程序，然后就会放人。好，谢谢程局长。不客气。小雪，我还有事情要跟程局长说。哦，好的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啊，谢谢您。哎，再见。程局长，明天有空吗？我想请你吃个饭。啊，请我吃饭？家父让我代表商会和你协商一下稳定粮价的事情。啊，还有，我这回回哈尔滨想做妇女儿童的救助慈善工作，还希望得到贵党的支持。哦，好，这是个好事啊，当然支持，当然支持。哦，对了，我请你吧。算了，还是我来请吧。明天中午12点，梅华餐厅。好久没有吃红菜汤了。啊，好，好，那明天中午12点，咱们见。再见。哎。杨长官，你看，宋长官跟他们一起回家了，看来我们不用动手了。能不动手，尽量不要动手。好。啊，谢谢。宋小姐，请坐。红玲姐，我这儿有点儿西兰红茶泡给你尝尝。谢谢。哎，好。范先生，这把太和刀不俗，我可以看一下吗？当然可以。没想到宋小姐还懂太和刀。也不是很懂，家父早年留学日本，小时候看过一些。这是越前家的古刀。宋小姐好眼力啊，这把刀城刀应该是在日本庆长年间，是越前家所铸的御神刀，专供寺庙敬神祭祀之用，故有所赠，摆在家里图个吉祥。范先生在家里摆一把日本刀，
不怕惹人误会吗？我早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过学，早和日本人沾上边了。一把古刀又能再添多少嫌疑呢？藏起来，反倒是显得欲盖弥彰了。宁折不弯，范先生，人也是如此。不敢不敢，我现在只求一家平安。过几天，就准备带着小雪，潜回乡下老家去。宋小姐，是不是有事要我去办？范先生真是聪明人，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。什么人？您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，金宇轩。我跟他的确是同窗，但是已经很多年没见了。不知道宋小姐找他有什么事吗？是私人恩怨。我在上海宋庆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的时候，我的同事被他暗杀了。我早跟他说过，日本君主立宪的路，中国走不通。可他偏执着于保皇，到头来还是做了历史的罪人。这么说，范先生愿意帮这个忙？宋小姐对我有恩，我理当知无不言。她在我这儿藏过几天，可她现在在哪里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您既然敢让她在这里藏几天，这情谊够重。您知道她在哪儿？宋小姐，明人不说暗话，金宇轩欠下了累累血债，该死。但不能死在我手里，不管出于何种理由，出卖固有的事，恕范某人做不到。范先生言重了，这怎么能算是出卖固有呢？不用说了，不管宋小姐帮我出狱，是不是只为打探金宇轩的下落？我范东阳都感恩戴德。宋小姐，请。范先生，您不是一个人，您还有小雪。我希望您再仔细的考虑一下。我先告辞了。走吗？我中午约了朋友吃饭，下次再喝你的茶。哦，好，哎，那我送送你。三哥、六哥，我跟老大说了，这边怎么样了？盯着呢，放心吧。哎，红玲姐。你要是不去找我的话，我可去找你了啊。嗯，再见。再见。你们俩开车跟着，我在这儿等老大。抓人呢！都放开我！进去！他娘的，有人截胡！
哎，这给您留好了，里面请。谢谢。宋小姐，请。谢谢。这是菜单。两份灌牛肉，土豆沙拉，红菜汤，一瓶洛塔洛夫白葡萄酒。好的。我还有一个朋友没有到，等他到了再上菜。好的，您稍等。来尝尝我做的红菜汤。好。嗯，不错，很好喝。不要再胡思乱想，没什么可想的了。你是来和他谈公事、粮价、慈善救助，这都是关系到哈尔滨民生的大事。程强在心中警告着自己，你和他只不过是多年不见的朋友，再无其他。早就到了。才到，你还是这么守时啊？人生很短暂，不都说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？坐。好。我已经点过菜了，你看看要不要再加点什么？啊，不用，你点的我放心。还是看看吧，也不知道这么多年你口味变没变。人有时候会变的，但是生活习惯不大容易改变，还是老样子，上菜吧。好。大哥，宋红玲前脚走，这俩人后脚就跟来了。什么人？都不认识。到底啥人要绑架冯老板？宋红玲呢？老六和小五跟着呢。大哥，宋大小姐在梅花餐厅跟公安局在城乡吃饭呢，我回来跟您说一声，咱们还继续跟着吗？跟着。大哥，宋红玲跟绑走范老板的应该不是一伙人吧？碰巧赶上了，咱有必要继续跟着宋红玲吗？当然有必要。老范现在非常危险。我们一定要把老范救出来。范先生，金宇轩手里有一批日本人留下的军火埋藏地点的坐标，如果让共产党得到这批军火的话，四平会血流成河，会枉死无数同胞受阻。烦请范先生帮我找到金宇轩。我说过了，我不知道他在哪儿。你说的事情我也从来没听说过，对政治我早就死心了。我保证两党相争，我两不相帮，此后隐姓埋名，永不回城。求你们放我们夫妻一条生路吧。范先生，事关国家利益，不是两不相帮就可以置身事外的。你看，你那么的爱你的太太，为了她，你也应该考虑考虑。我可以代表军统，保护你们的安全。现在置我们于险境的，就是你们。放下这走，我随你们出城。
小雪，慢有求辱，禽兽不如。君子可死，不可无义。范先生义薄云天，佩服。不过，杨某职责所在，得罪了。走，放小雪走！走，放开我！放开！走，放开！谢谢。这家餐厅是俄罗斯人开的，味道很正宗，你觉得呢？嗯，不错，很好吃。粮价的事情，我已经跟商会的人商量过了。大家同意下调一半，虽然跟去年比还是高了一点，但今年年景确实不好，再低的话就要亏本了。是啊，我知道，你已经帮了很大的忙了，谢谢你啊。衣服不错。啊。心呢？就是不大合身。是啊，有些紧。嗯，别人送的。女的吧？对了，你想跟我说，哦，是那个慈善救助是吧？啊，你想搞一些妇女儿童的救助。你可以讲一讲，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。这么些年，你就没想过要结婚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程强自己知道，那是因为一直不肯死心，一直保留着一个渺茫的希望，就是宋红玲还活着，还能再次出现在自己面前。现在她真的出现了，可是已经物是人非，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了。一个当兵打仗的，不知道哪天就死了，想那么多干什么？要不然又欠很多债了。说句心里话，就这么难？不难，但要看怎么说，对谁说。程强此时的拙于言辞，让宋红玲有些感动。她多想告诉他，自己和杨景修不是真夫妻，但她不能说。她在心里一遍遍告诫自己，约程强吃这顿饭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情报。她可以挑逗程强的感情，但绝不能真的动心。我心里还有你。说出来，心里好受多了。是啊，好受多了。
你已经结婚了，应该是杨太太。假如我的婚姻并不幸福。 你会怎么做？我希望你能改变的。我希望你还是能幸福。 下午我还有个会，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，我会全力以赴的。这顿饭很好吃，我走。 这次见面的结果，并没有出乎宋红玲的意料。他了解城墙，知道以自己目前的身份，城墙不可能跟自己走得太近。他相信，还会有机会。最关键的是，他已经传递出了一个信号，就是自己对城墙还有感情。理智告诉他，这感情理应是假的。 为什么绑着？他闹得太厉害了。松开。是。你出去吧。 你听我解释，你跟他们是一伙的。
的。小雪，你劝劝范先生吧。我还以为你是个好人。我们也是迫不得已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有事的。那我先生呢？你们是不是要杀了他啊？不会，只要你先生告诉我们他的朋友在哪，我保证马上放了你们。红玲，红玲姐，我是傻，但你别骗我了好吗？我了解我丈夫，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他是不会帮你们的。你们要去找那金宇轩，你们就自己去找呀，为什么要让我们帮你们？你们国民党跟共产党打而已吗？关我们什么事儿啊？关我们什么事儿？宋红玲是老军统了，可她以前面对的敌人不是日本侵略者，就是汉奸卖国贼，她从没有心软过。但是现在在她面前的人，只是个无辜的、深爱自己丈夫的善良女人。面对她的质问，宋红玲只感觉心里像堵了一块大石头，无法言语，甚至无法呼吸。大哥，要不要进去看看？二分老总，怎么了这是？走开走开，我们检查检查。啊，好。我跟你说，哎，你们这隔壁啊，报案说招贼了，我们就来奉命调查调查。啊，这招贼了怎么？你们院儿没事吧？啊，我们这儿挺好的，挺好的。为了范先生的安全，请你安静。啊，我看没什么事儿，挺安全的。啊，是吗？那就走吧，没什么事儿。走吧，就。哎，二班长辛苦了，这茶水先。哎，一定一定，来来来来，收拾了啊。辛苦了，报道啊！哎，好嘞，好嘞，走，快走啊！警察很奇怪。是啊，会不会我们暴露了？要不转移吧。对，转移。袁长官，我观察很久了，后面好像有辆车在跟着我们。会不会是金宇轩？
要是他们就更好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先把他们引到僻静地方再说。是。在三大卡动上。是是。规矩是给活人定的，不是给死人定的。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，工人在网上追着呢。我宁可现在杀了你，也不会让你落在他们手里。最后一次机会，说还是不说？我说了，你们也不会把我活着留给共产党。你不行，夫人可以。范先生，不要逼我残杀无辜。范东阳跟金宇轩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啊。这要是国民党找到了范东阳，那很快就会找到金宇轩。那那两批军火的坐标就全了。快，赶紧去找范东阳夫妇。快，是。孙长官，尾巴没了。不好，他们要行动了。